各位嘉宾，大家晚安。今天非常非常的感谢大家的莅临，今天是个大日子，非常的忙碌的日子，非常开心你们都到了。哦，今天在后台，我想说时间快到了，我马紧张起来。这场音乐会真的来得不容易，筹备的过程更是很辛苦。所以一开始，我想音乐会我们谢谢这些音乐艺术的支持者。首先，我先谢谢百德机械，谢总经理，谢总经理。啊，捷鹏贸易廖总经理，以及龙泽机械邱董事长，以及红帽事业的廖总经理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才能够让我们今天很任意的创作，然后很任意的有自己的想法在舞台上。那今天很特别，因为我们跟三妹堂这个霹雳大偶一起合作。那霹雳大偶是一个一直需要一个舞台的搭舞台的一个大偶剧，但是这个三妹堂很特别，他们是不用的，你看得到超偶的超偶师他们的技巧，所以我们很荣幸跟他们一起合作。可是在我们台湾的地方戏曲当中，就是这个偶剧要出现的时候，它必须要有一个仪式，很重要的一个仪式。那这个仪式一开始我就把它交给三妹堂的小金老师，我们一起来迎接这个特别的仪式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三妹堂小金老师。那今天很荣幸跟执行乐集一起来合作做这个开场，相信一定是你们完全没有见过的音乐会。那我们台湾的传统布袋戏在开演之前有一个仪式叫做板身，那这个板身就是要敬告天地神灵，说哎，我们这边要演布袋戏了，好，所以请保佑我们所有今天来这里的观众呢，好，这个健康平安。所以我们现在来欣赏天官赐福，谢谢大家。天官下分界，三脉金乌降喜气，春满花开何如意，五福临门六七载，天官开张四福来呀，有请天官五财神。天上雕阳动日升，官勇开台正平，武令公认皇帝灵，财德冠物金龙庭，神鼎世金天运行，我乃天官五财神啊，有请龙女月三分。财神一定拥护，为大家速福速财速平安啊！一天顶，二
进宅，三元及地，四时不在，五福临门，六六大顺，七祖八世，九宝连天，十全十美。福如东海福如龙，寿比南山雄鹰，拥有金银财宝地，一路滚滚入家门，门庭玉砌成帝王，王仙发达迎王开，飞车顺遂迎王运，运来成功日见财，财源滚滚进来哟。来吃观赏观众，合家平安，事业风度大展，五谷丰收，六畜兴旺，四时不在，金玉满堂开，添喜庆，大进财，祈求一年春，一年富，一年赚大钱，起新厝。祝大家新的一年虎年迎大运啊！祝大家未来一年五谷丰收。是啦，祝大家来年健康平安赚大钱啊！是啦，四方四财四平安，祝大家健康发大财呀！